欧美盟友想要援助乌克兰军队 F-16 战机，现在呢，美国已经同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呢，这个第四代战机呢，有非常优良的航电系统，以及可以进行视距外的攻击。过去呢，没有办法援助乌克兰 F-16V 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欧美国家担心它没有办法抵御俄罗斯的防空飞弹系统。不过现在既然美国已经开绿灯了，但是这背后其实是有条件限制的。来看到呢，限制条件就包括了仅能够用于防御，而且呢是限制乌克兰不可以用 F-16 来进行反攻作战，就担心呢会破坏平衡，希望呢可以借此来控制战况，就担心就是俄乌战争有可能会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我们来看到呢，其实美国啊是不希望能够打破战争的平衡，虽然说呢要协助乌克兰来抵御入侵，但是又要防止乌克兰借用 F-16V 呢来直接攻入俄罗斯的领土，所以呢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战事可能会扩大成为导火线，所以要求这个 F-16 在性能上面是有所限制的，不是能够进行攻击，只能够提供防御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么多的 F-16 到底从哪里而来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美军跟北约国家其实已经陆续的在换装成为第五代战机 F-35， 所以呢有大批的 F-16 呢现在正在等着汰除。所以呢现在啊，其实有两名的乌克兰种子教官已经前往到美国进行受训了。那泽伦斯基是非常期盼啊，在今年秋天之前可以获得40架的 F-16，而且至少呢可以配备给两个中队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